训练计划第三周第二节是我们的右肩跟顶胯一起训练。好，我们在打这个球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我们的右肩跟顶胯是一体的，往一体的方向去走，就是说我们在准备的时候我们要一起，而不是右肩拉下来再拉这个，就这不协调了。所以说大家要注意，我们要一起去学这个。好，现在大家可以跟我开始训练，来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，右肩跨步，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、二十二、二十三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好，再来一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，右肩跨步，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、二十二、二十三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好。